艾米丽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了，脸上受了伤。小熊第一时间带她去看了医生。小熊要带孩子们去孩子们的姑姑家。这是我第一次做成功的凉皮。我发现在冰箱里过夜之后韧性更好一些。凉皮。来点面筋、黄瓜丝、蒜水。我超级喜欢吃麻酱，我觉得凉皮的灵魂就是麻酱。来一点醋、生抽，来点鸡精，然后再来点盐，差不多了。最后再来一点辣椒油。我今天不想吃很辣，就一点点。这能不好吃吗？终于做成功凉皮了，太开心了。跟在外面买的凉皮一个味道，非常好吃。小熊做的这个排骨也非常好吃。孩子们刚刚去姑姑家玩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事故。姑姑家有两层楼，然后从二楼通到一楼的那个门可能没有关严实。艾米摔倒了，再见，等等。然后艾米丽在那个楼道爬的时候就从楼梯摔下去了，是吗？都二楼梯了，等等。对对对，那么多层楼梯呢？是的，我是动感坡。爸爸妈妈都很心疼。小熊刚刚去带米粒去医院看过，然后除了他脸这边有一点青，其他身上都没有伤到。姑姑家的两个孩子已经大了，所以他们楼梯那个地方没有围栏，我们家楼梯口都有围栏，所以在我们家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故。没想到艾米丽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小可怜，还好医生说没有伤到其他地方。医生认真检查了，没有伤到任何其他地方，身上也没有没有别的青，就只有脸这个地方。离我啊，慢点，还有额头这里。小可怜，是不是摔了一下很害怕很疼？你都已经忘了是吗？这是妈妈的鞋鞋。艾米丽要不要去吃饭？要吃爸爸的。哎呦！丽丽卡，你看，艾米丽受伤了，你看。阿五啊，要不要去抱一下艾米丽？要不要去吃饭吧？爸爸妈妈好心疼啊，一下就摔着了，眨眼的事。
还好挪威的房子都是木板做的，要不然刚才摔了一下会伤得更重的。刚刚会爬的小宝宝尤其需要注意，视线一刻都不能离开他们。艾米丽现在就非常好动，很好奇，喜欢爬这里爬那里。我们家算是很安全，到处都有围栏，有保护措施，去别人家里就得格外小心了。小熊回来了以后也是心情非常沉重。小心点啊。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观察它，看它会不会恶心发烧之类的，看它有没有脑震荡的迹象。医生检查说的是没有伤到其他地方。你说呢？爸爸。我们最爱的水果泥。要听故事啊。要中文的还是挪威语的？挪威语的。挪威语的话要爸爸给你读好不好？1 2 3 4 5 6 7。我问你，我问他是哪样？我说带到苏北去噻。我说他们那里。Vi har mange innom her som har gått til Japan, så det er ikke noe nytt. OK. Det skjer ofte. Ja. Jeg tror jeg blir veldig glad.OK, 开灯。Vips。呀，爸爸又开灯了。哎，你的脸没有洗啊，菲利潘。还是去面好了。你去刷牙洗脸。菲利潘洗完了。洗了。刷牙了吗？有了吧？鸟又去刷头发。你看。比那啥呢？嗯，对对对。我打。你牙非常好，很干净。爸爸要去菲利潘 Miss All 看的呢。小熊爸爸暴风式的洗脸的方法，哎呀！来，等个美女呢，等个美女来。你们小宝得过我有点女穿过来。哎Lister på hodet sin. Kan ligne den på? Så. Hva er det? Hva er det, mamma? Mamma? Ja, ferdig. Denne mamma. Ja. Jeg bare glemmer hva jeg lager hård i deg da. Åja, han vann å ha tofa da. Hva skal du ha, pappa? Hva skal du ha, Filippa? Ja, vi får se. Nå skal vi lese den her først. Hva skal du ha, mamma? Enni. Er du klar? Ja. Skal vi være stille? Ja. Vær stille. Ok. I dag er det kaldt og tåkete. Skogen er stille. Oi. Og så skal pappa se mamma.我立刻把灯给关了。那门铃呢？要安静的、静静的听故事啊！安静听故事。别关铃呢。故事吗？故事，那个。这故事吗？啊，故事。再吧。Mann, das ist...
你接着吧，困了。